咁仲有一樣嘢可以示範一下嘅，咁就係咧，我一俾啲好特別嘅化學物質落去，咁令呢個死咗嘅屍體咧，可唔可以好似翻生咁樣咧？嗱，就係呢個，嗱，睇下咯，我整濕佢先嚇，田雞，嗱，加啲水落去喺度，整濕啲佢。因為一間嗰種化學物質咧，要溶解水先至可以發揮個功能出嚟噶。呢啲係普通水喉水嚟嘅啫。其實最好咧就係嗰啲 Ringer solution， 即係話其實同嗰、那個嗰啲細胞咧係 isotonic 噶，最好係咁樣樣。咁啊，而家試下倒呢啲入落去咯喎。既然我要佢翻生啊，希望可以做到啦。哇，跟住落去要等一等喎。開始喐咯喎，見到啊？點解會咁嘅，同學？死咗噶啦，頭又冇埋，隻手都開始喐，隻手都開始喐喺上邊。見唔到啊？係咪有起死回生嘅化學物質嘅咧？這個世界呢樽嘢，隻手開始喐。其實動動的動作就由那個 muscle contraction 那裡帶動的，究竟什麼加進去呢，可以令到 muscle contraction 發生呢？